要挨第二十四天，今天整点钢化蛋，营养非常营养。我来一个破汤。哎，媳妇儿，你说我啥都干不了，你说我是不是得研究研究干点啥呀？你天天在研究干点啥的路上，你可愁死我了。这你说我老猪，我老丈人的我老丈人的养猪场，那还得他退休才能给我干。完了之后，那猪肉我也回去求不了，那不行，我出去研究点项目吧，媳妇儿，行不行？研究啥项目？送钱项目。行。要不然我实在不知道干啥了，我真的出去研究项目了。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在家，是不是？嗯，行，支持你。嗯，那你能支持我吗？我支持你啊。支持我，行。但是我只能口头支持你。那也行，有你的支持我就够了。没有资金啊。嗯呐。香吗？啊？香吗？香。你放心我出去吗？我不放心。不放心？那我得跟着你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自己寻思寻思。你哪天走，告诉我啊。必须带我一个，带你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不放心。我这么大人了，出去你还这么担心我吗？出去都是沾花惹草的。我还以为你关心吗？天天野花香，没有，你家花不香，野花香的。我还以为你是真正的关心我呢，整了半天你是担心我呀？那个担心呢？此担心非。不是担心，是不放心。你要搞好词语。我以为你是不放心我，看来我想多了。唉，真是想多了，太拿我自己当回事了。